小院洞探险家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乐哥哥，我们又要一起去动物世界探险了。我们先来一起热热身吧。首先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头部，像我这样把头扭起来。我们换一个方向，做得非常棒。然后我们来活动一下腰部，像我这样左右扭动起来。最后我们来活动一下手腕和脚腕，像我这样扭动起来，做得非常棒。你们瞧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哇，我们来到海洋了，看，那是海马，它们有着弯曲的脖子。我们先来活动一下手腕，再来模仿一下海里的波浪。我们用手指来模仿一下海马吧。你们知道吗？小海马是由海马爸爸孵化出来的呢。我们把一只手放在头顶，另一只放在身后，像海马一样弯腰。我们再换另外一边，做得非常棒。海马游泳的姿势十分优美，它的身体直立，利用背鳍和胸鳍的摆动来缓慢的游动。我们来模仿海马游泳吧，先往这边，再换另外一个方向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，跟着小乐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。我们来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小朋友们，运动完之后记得喝一点水，补充一下能量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再见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要跟我一起来玩捉迷藏吗？我的好朋友都藏在这幅画里面了，快帮我把他们找出来吧！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我的朋友都是圆形的，快找出我的圆形朋友吧！太阳是圆形的，西瓜是圆形的，车轮是圆形的，球是圆形的，这个毛毛虫
也是圆形组成的。哇，你们太棒了，所有的圆形都找到了。小朋友们，我知道这个形状捉迷藏的游戏对你们来说太简单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变一个形状魔术了，这个可就没那么简单喽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现在你们随意在这张纸上面剪出一个小图形，让我看一看好不好？好，看一看你们剪出来的图形，不管是圆形、三角形还是正方形，会和被剪完的那张纸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？好，我们挨个来看啊。田敏玲小朋友先举起你的这张剪完的纸。好，先把纸举起来。哇，有一个椭圆的形状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我们再拿出剪下来的那张纸看一看。哎，剪下来的正是这个椭圆形的，有点像包子啊。像什么？包子。像包子，小朋友说了啊，厉害了。好，你剪下来的像什么呀？像鸡蛋。哦，剪了一个鸡蛋。吴思琪小朋友啊，把你的那张纸给我们看一看。哦，正是缺了一个类似于鸡蛋的形状。小咕咚呢？当当当当。哇，一颗爱心啊。对呀，一颗爱心。哎，好的，现在呢我同样啊是要在这个纸上哎剪出一个形状。嗯，剪完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啊。哎，剪了一个心形。对，这个没有小咕咚那个剪的好，更像是一个桃子啊。好，那大家猜，如果我把这个卡纸打开，这个上面缺少的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啊？就是这个桃子的形状。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的请举手。哦，看来大家都同意。好，现在呢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一起来看一看。好，大家和我一起来数啊，来，一二三，怎么样？哎，是吗？是这个形状吗？不是。不是呀。啊，我刚才剪了一个桃子，这上面怎么出现呢？是什么形状啊？方形。长方形，对吧？嗯。是不是很奇怪呢？第一步，在变魔术之前，将两张同样的卡纸这样粘起来，在后面的卡纸上剪下一个小小的长方形，然后再像这样对折。第二步，用剪刀在对折的这个位置剪下一个大小适中的圆形，向大家展示剪下的图形，然后再从这个方向打开卡纸，缺口变成了长方形，我们的魔术就成功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朱新淼，我今年七岁了。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大家看，我这有一张纸，现在我要从上面剪出一个半圆形。好了，现在半圆形已经剪好了，咱们念出魔法咒语吧。乌拉乌拉 Q。哇，缺口变成了长方形，我的表演成功了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圆形瞬间变成了方形，小朋友们，这个形状魔术是不是很神奇呢？相信你们一定学会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圆形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应用呢，比如说圆形的轮子，圆形的转盘，对了，还有圆形的井盖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井盖也要用圆形的吗？这里面可是有科学原理的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看，在我的面前呢有形状不同的三个物体，那它们来模拟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平时可能经常会见到的井盖。你们都见过吗？见过。哎，那小朋友来告诉我，你们见到的井盖是什么形状的呢？谁知道？好，浩宇。圆形。圆形的，你见过圆形的井盖？好。方形。方形。哦，说的没错。我们来看这个上面的横截面是什么形状？什么形状？三角形。对了，而这个是什么形状啊？圆形。圆形。那这个呢？正方形。没错，井盖的确有圆形的，
也有正方形和长方形的，但是啊，我们见到的井盖绝大多数都是圆形的啊。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现在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科学游戏，我想你们就会明白了啊。现在呢，首先我请小朋友选择一种你觉得最安全的形状的井盖。就是用哪个形状做井盖最不容易掉下去？圆形。圆形。圆形，我来试一试圆形啊。嗯。假设这个井盖没有盖好，放在了旁边。嗯。哎，这样会掉下去吗？我们来试一试。哦。哎。嗯。哎，确实。嗯。不管怎么样，从安全角度考虑，这个井盖不会掉下去。如果井盖掉下去了，没有井盖了，行人和车辆从这儿路过的时候，非常的危险。那么其他两种形状难道就会掉下去吗？我们请小朋友来试一试好不好？来，白队先来吧。好，首先来试一试方形的井盖，变换一个方向，变换方向和角度。哎，好，再来试试。哎，方形的井盖有可能掉下去吗？有可能。有可能掉下去，如果掉下去就很危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蓝队，我们来变换一下位置，角度，或者这样吗？哎，这样就掉下去了啊！来，那你再试一下圆形吧，浩宇。来，你看圆形，你有什么方法能让它掉进去吗？能吗？不能。再试一下，完全没有角度。哎，好，谢谢二位。小朋友们，刚才啊，我们通过亲自动手来实验，我们发现了圆形来做井盖，首先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呀？安全。安全，井盖不会掉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看，无论变换任何的角度，没有问题，掉不进去。嗯。其他两种形状呢？哦，掉进去就很危险了。没有井盖了。三角形。啊，只有圆形，无论从任何的方向都掉不进去，所以这就是井盖为什么绝大多数是圆形的这个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非常的安全。哇，小朋友们是不是对圆形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？那现在我来问大家一个轻松的问题吧。你们知道好吃的美食里面有哪些是圆圆的吗？汤圆、肉丸子、包子、饼。哇，说的我都流口水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看果果美食屋里做了什么美食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做鸡肉蔬菜丸子。首先呢，当然需要这个已经打碎了的鸡肉，当然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。首先呢，小朋友们可以拿一些芹菜丁放在里面。有的小朋友说不太爱吃芹菜，有的小朋友说不太爱吃胡萝卜，没关系，我告诉你们可以试一试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做成鸡肉丸子，可能你们不太喜欢的那个味道啊就不明显了，而且呢还能够把这些有营养的蔬菜全部吃到。我们来试一试吧。好，放一些蘑菇丁，还有胡萝卜丁，再放一些盐啊，注意盐不要放的太多啊。盐可咸着呢。对，如果放的太多就咸了。最后呢，我们放一些淀粉，因为我们是要做丸子，有了淀粉之后呢，就更加容易形成这个丸子的形状了啊。搅拌一下，小朋友。香啊！好的，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如何来制作丸子。如果家中没有特殊的工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拿出一个这样的保鲜膜，然后呢，用手哎，拿一些肉馅放在上面，拿保鲜膜这样的裹起来，然后呢，用手往下哎，使劲的挤一挤，哎。这样呢就可以做出一个丸子的形状了啊。哎，哎，就可以了，可以把它放在盘子里。当然了，最后一步我们只要把它放到锅里去蒸一下，我们的鸡肉蔬菜丸子就大功告成了。
那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呢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美味的肉丸真是太香了，小朋友们，享用完美食之后，让我们来活动活动身体吧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开机美食。小朋友们，活动完身体，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玩什么吧。如果我说接下来玩的是圆圆的球类，那你们能说出多少种球呢？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、棒球、保龄球。哇，你们知道这么多种球啊！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各种球来做些有意思的游戏吧。五颜六色的乒乓球，听我的口令啊！红队家庭的计时开始，加油，加油啊！首先是由红队家庭的妈妈来负责放乒乓球啊，爸爸来接，然后运送给我们的红队宝宝。好，要找好合适的角度和力度啊！哎，没关系，再来找一找。好，没关系，再来找一找。好，非常棒，嗯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呦，真好！好，继续。好，哎呀，这次运送的乒乓球好像更多了啊。好的，非常棒，嗯。调整一下力度。哇，好，这样也算啊。继续。哎，真不错，哈哈。见，哎，哇，哈哈。哎，这个进球的方式都非常的神奇啊，看似不经意当中啊，每个球都是那么像啊。帅气的篮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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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不要超过线啊。好，
好，很接近了啊。好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我们的时间过去一半了。哦，加油加油。我心里想，我一定要投中。哇，好棒！可爱的足球。好，一次我们可以运送三个足球啊。好。哇，要小心球不要掉下来。哎呀，掉了就没办法了。好，但是还是比较规范。哎呀，有一个保留到了终点，没有问题，交给小朋友。好，小朋友，轻轻的带球，带球。射门，球进了，太棒了！好，踩住就行了。哎，对了，可以，好，准备，可以了。小朋友非要把它调到中间的位置啊，踢吧，漂亮，力量很足啊。嗯，再进一球，现在已经进了两个，加油！来，我们给他加加油好吗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，好，用脚踩住，加油，带回来，用脚，对。一二三，漂亮！哇，玩了这么多的球类游戏，今天的运动量可达标了。小朋友，多多运动，身体棒哦。又到了说再见的时间了，小朋友们，下次见哦。